我的 Focus 柴油车款安装涡轮增压的表厂，我的品牌是 Shadow， 它这个是三公斤 Boost。好，我现在开启红火，我扫描，把它这个机芯的运行速度非常的快，并且后方有按钮可以变色，哦，红色。的亮度的调整都是由后方的按钮来做启用，点按亮度持续调整，再变色，这是后方的按钮做执行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现在发动引擎，待会我们上路来测试这一台的原厂增压值。增压的状况，二档全油门，三档全油门。报告总结，我们增压值同样是由后方的按钮长压，好，它会显示我们在自行的做调整，好，微调，好，我只是大概抓在居中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们刚刚在经过路试之后，我在熄火前，它还会显示我们曾经到达的最高增压值。好，现在要熄火了。好，熄火，先归零，再指向刚刚最高的增压度。好，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好。